大家好，我是大姚。天天从做完手术到今天也差不多也有4、5天了。昨天医生又给我发信息说，今天打算跟天天再复查一个血常规，看看他那个贫血的情况怎么样了。如果严重的话，说就得找血源给他输血了。但是如果就是保持平稳，或者是有回声，那就没有什么问题，说就能今天就能带出院了。然后我给小家伙找了两件衣服给他拿着，因为他毛剃完了也比较冷，今天。这天也，今天是阴天，一直下着小雨的，咱别耽误了，赶紧走吧。伤口也都没什么问题，然后生殖器我也看了，肿瘤那块也都没问题，都没感染，幸亏的嘛。咱现在唯一就是这个血贫血，就贫血的情况。然后他这个费用的话可能超了一点，别想让他贫血，所以说给他开了一个补血的膏，然后给他这几天不是用了几次补血的针嘛，所以说这个2600、2700左右。然后如果说没问题呢，咱今天出院结账就行。行。但是如果说要是确实贫血比较严重，那可能后期还得输血，那这个费用的话可能，我知道了，行吧。行。是挑食了吗？听说光吃肉不吃狗粮了。冷是吧？好几天也没那个了，还适应这个温度吧？今天比较冷，比前两天还冷。你管吗？你在车子上走，我都害怕。Thank you.
况呢，你说贫血吧，肯定还贫血，但是已经不危及生命了，嗯，也不需要再输血了。然后咱今天呢，再给他打一针这个促进红细胞生成的，啊，打一针促进红细胞生成的，我不是给他开了那个补血的吗？回去给他喂，嗯，回去给他喂，然后多吃肉，啊，多吃肉，多吃蔬菜，然后十天之后你到时候过来复查，稍微可以留点什么名字，留点这个黄色的，或者说是这种白色的，或者绿色的这种类似于像脓汁一样，可能偶尔会留一些，嗯，这个是正常现象。啊，你回去之后再给他吃点好的，行，慢慢的给他调吧，因为本身他现在也贫血，你慢慢先把这个营养给他补充上来，等什么时候正常了，你慢慢再给他恢复这个之前的这个狗粮的饮食，行吧？啊，大便什么也都没问题，但是回到家里正常观察就行。回去了。